我回来啦。老公，喊什么？没看到正忙着呢吗？我才出差几天，家里就乱成这个样子啊！让我妈来收拾不就行了吗？大惊小怪。这个好像不够大呀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儿子哭着打电话过来说没人照顾，我不来谁来？我就是让他自己打扫一下卫生，一个大男人总不能什么也不会干吧？什么大男人？无论多大都是我的宝贝，不会干活怎么了？我来干。儿子乖，妈喜欢你啊。就是这里。谁？嘘，别吵，别吵到小宝。你这是干嘛呀，妈？小宝爱登被子，我开开他，没事了啊，你睡吧。又怎么了？你妈在咱家住几天了？不打算走啊？我妈生我养我受了多少苦，在咱家住几天怎么了？住就住了，咱家的工资卡怎么也给她了？那我的不就是我妈的吗？你有病吧？那不也有我的钱吗？当初我妈觉得你不爱我，我还不信，现在，你去哪儿？我跟我妈睡去。你妈都住几个月了，什么时候走啊？我妈爱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你少管。那你妈能陪你一辈子啊？你咒我妈死？我没有。妈，这坏女人咒你死！我这次都比这个小贱人爸好些，巴不得我死。妈，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快点去！明天就是我儿子，快点离婚！看到了吧，乖儿子，这种女人啊，要不得的。妈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嗯，乖儿子。裴之木，你还不悔改？儿子，你不要伤害我们母子俩。情深不寿的道理，活了一千年过去了，你还不懂吗？我儿子哪里有错了？